2011年一贯道宝光建德暑期学生联合研习营感恩与回顾。感谢天恩师德，在大德灵前人慈悲指示之下，2011年一贯道宝光建德暑期学生联合研习营在神威道场隆重举行，有近千名学员从台湾各地来共同参与。感谢大德灵前人今年特别针对不同营队提示了学习方向，国中营存道心说道话，高中营志在学道做人，大专营以聪明转智慧。透过5天的课程及活动，让我们学习着向内检视自己的贪嗔痴，让我们学会以正面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未来，让我们学着认清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期待我们能够落实属道的生活。从营队开始的第一天，亲切的工作前线们展开了一系列服务的工作，交通义工组前线就带着满脸的笑容在神威的大门欢迎我们的到来，笑容布满各个路口。在我们还没到的时候，感谢文书组总务组前线们，他们就已经忙着准备我们的客务所需。感谢共同营务组前线绞尽脑汁努力安排，让上千名学员以及数百名工作前线们都能够同时参与这场慎重庄严的实业典礼。感谢场务组前线每天都欢喜的布置打扫，这份欢喜燎原的心让我们就甘心。让我们期待的是每年精心设计的主题课程，感谢客户组前线们设计的课程，让我们更走进内在自我肯定。感谢课程运作的灵魂人物，感谢执行长副执行长的方向指引与呵护，感谢执秘客户组的规划与设计，感谢操持执行官的课程引导与秩序管理，感谢辅导组还有我们最爱的全体队辅们每天在课堂认真的陪伴，给予我们充实的精神资粮。除了精神粮食以外，我们在这5天还享受了非常丰富的餐点，充足的茶水。当我们看到年长的爷爷奶奶前线们挥汗如雨的洗菜煮饭安排餐点，怎么能够不动容，怎么能够不打从内心给他们大大的按一个赞呢？再次感谢膳食组生活勤务组前线们的费心。每年大地游戏晚会课程串场都是十分令人期盼，活动组前线使出浑身解数，甚至用心角色扮演，陪伴我们一路过关斩将，借着这么有趣的活动进行，带给我们不同的生命启示。感谢保持着童心想象力丰富的客户组以及活动组前线的用心，让我们有这样丰富多元的课程。外还有几组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前线们，让我们用力地说出对他们的感谢。首先是感谢美宣组，因为你们掏心掏肺的付出，制作了精美的道具，美轮美奂的会场布置，还有挑灯夜战做出来的锦标奖品，才编织出这么璀璨绚丽的晚会，非常感谢。感谢多媒体组，无论是静态的课程，动态的大地游戏，我们去烧香吃饭都看得到他们扛着摄影机的身影，每天都和时间赛跑，
制作喜悦共享，甚至今年也有采访上传网路，让更多人知道一贯道的这场年度盛事，非常感谢。感谢生活管理组的贤贤，感谢您在中德馆对我们生活起居的呵护安排，牺牲自己的睡眠，连夜晚也为我们的安全把关，让我们无后顾之忧。感谢医务组前线，天气这么热，大家不小心中暑了，受伤了，感谢医务组前线费心照料我们，把关我们的健康。在每场戏剧除了演戏的前线，音控组前线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感谢音控组前线支援我们所有的演出，尤其是每天早上的元气时间，感谢音控组前线以及活动组前线提供了振奋人心的音乐，带给我们每天的清醒时光。最后当然不能忘记最重要的灵魂人物，感谢大德灵前人以及所有的护持点传师，一路和我们相伴，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成长。再次感谢各位前贤大德，因为这么多人群策群力的付出，才能让这五天的研习营圆满进行。我们能拿什么回报他们呢？就像大德灵前人在晨曦词语中告诉我们的，我爱我有道，我爱我学道，我爱我修道，我爱我了道。今天幸运的让上天选中我们得到了，我们更要好好的学习前贤们的脚步，从内心修起，在生活中行道，把握时间了道，当一个天天进步的快乐修道人，这才是最好的回报。各位前贤，希望我们明年再相会。看着同一片天空，完成同一个美梦，每次的战场都有我